大家好，我是紫苏，今天回来过元宵节了。今天老弟大厨亲自上阵，你要做个什么菜？酸菜鱼。酸菜鱼，今天我要好好的学一下。这个是鱼骨，对不对？嗯。鱼骨先煎一下，应该这样子放吧。你讲进神才是这样子放的。你呢？哎呀，忙不嘞？忙。我要听大厨的，不能乱来。嗯。这个菜我做不好。把你们记录下来了。盐、白酒、生粉，现在要腌制一下这个鱼肉。今天老弟说要我们几个都喝一点。必须喝一点。老范都笑得合不拢嘴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一来菜就弄好了，你看，准备吃饭了。今天老弟辛苦了。这里是酸菜跟刚刚煎好的鱼骨。厨师在家都不喜欢做饭的。对，酸菜鱼我的最爱。今天好有口福，平时老弟是很少在家的。因为你来了，所以特意煮了个酸菜鱼给你吃。哇，我太幸福了。好了。好了，这位给你。53度，高度几？花园放了红枣、枸杞，还有米酒。米酒。酸菜鱼。可以。再来干嘛？莫回答。来，元宵节快乐！我还以为这个是面条。一色，江西面条。骨头是不是剔掉了？这个菜太受欢迎了。好嘞。好嘞，我吃饱。来，猪爸爸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你快乐哈。哎，穿到弹琴溜溜。身体健康。老爸。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好，祝老弟工作顺利，事业有成，就请过来啊，鼓励你啊，呀，高兴啊，哎呀，所以了，所以了，这么好来，所以了，哎呀，所以了。老妈一句话把我呛到了，到处吃的，哎，这个酒还可以啊，很顺口哎。你喝什么酒你都顺口。没有，我就觉得这个白酒挺好喝的，有的白酒很辣口。你要好点。老弟做的这个鱼非常好吃。嗯，这味道真的很独特，比我做的好吃。大厨做的就是不一样。对。OK， 老范刚刚又给我倒了那么多白酒，他今天晚上是想把我灌醉。你酒量好，这点酒没事。现在老弟跟老爸都撤了，还剩下我们两个了。来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我回家啊！啊，把衣服扣好。